妈，我正上着班呢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兰兰，妈今天过来呀，是有事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是你的终身大事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的终身大事？妈，我还小着呢。你还小呀，都快30了，该找个婆家了。这男朋友哪能说找就找啊？我还没遇到合适的呢。这个事情啊，不用你操心了。妈呀，你找好了。妈，这人还没让我见呢，我还没同意呢，你怎么就跟我说找好了？兰兰，是你刚出生的时候，你爸呀就预定了娃娃亲。你说什么？娃娃亲？妈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兴订娃娃亲啊？兰兰，这你出生的时候呀，你爸我们两个呀就给你订好了。而且妈告诉你，这个小伙子呀长大了，人长得挺不错的。行了吧，他长得再好我也不愿意。再说了，你们订娃娃亲的时候怎么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？我还那么小，万一那个人是个瞎子瘸子，应当我嫁给他呀。兰兰，你说这是什么话呀？那个小伙子呀可有出息的，而且人长得可帅了。你说的再好也没用，反正我不同意。妈，你这属于包办婚姻。我都长这么大了，这事之前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兰兰，这前几年呀，妈感觉你还不到这定亲的年龄呢，现在呀你也不小了，这工作呀也稳定了，是时候啊该把这个亲定下来了。我才不定呢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娃娃亲谁定的让谁去，我不去。兰兰，说什么傻话呢？这再说了，这前几天啊，这个男孩的父亲啊已经跟你爸联系过了，更何况你爸呀已经答应人家了。那是你们答应的，让我爸去啊，反正我不管，我要找的是我自己能相中的。兰兰，妈今天就告诉你了，你一出生的时候这个娃娃亲定下了，这你爸呀把人家的彩礼都给收了。妈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你行了，别那么多事情了，也许啊你一见到这个小伙子，说不定你喜欢他呢。怎么可能啊，一个陌生人几十年都没见过面，不可能说一见面我就喜欢他吧。妈，我算我求求你了，你把这个心给退了行不行？不行，这个事情你爸跟人家都定好了。兰兰，你们两个还见一见再说，说不定你们两个能说到一块儿呢。行了妈，行了，不可能的。妈，这个心确定不能退？确定不能退。那你把他地址给我，我自己去找。我说兰兰，妈，那行，你要真有本事你自己去退吧。一会儿呀我把他的地址和他的联系方式呀都发给你，不过你见到人家跟人家好好说。我知道了，下班我就去找他。别总是耍性子，记住没有？记住了，你赶紧走吧，我还要上班呢。你呀，气死我了，这我爸妈也真是的，居然给我定了娃娃亲。行，下班我就得去找那个人，把这个亲给退了。